这些手艺流传千年，却渐行渐远。我们惊叹于它的美妙，却很少知道它背后的辛劳。世界也许嘈杂，内心依然安静。百集系列纪录片《重庆老手艺》，重庆电视台新闻频道亲力制作，2017年6月1日到6月30日，第一季30集，重庆发现，每晚8点，不见不散。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冠名播出。